大家好，美感，今天我们来拍巨大化料理。应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大。来，这是一条110公分的二缺扇。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台湾？哦，没意外，也是人家放生的。那我这次打算挑战在一个礼拜内把这只鱼给吃完。二缺扇，它原产于北美洲，是一个大型的掠食鱼类，成体可以到2米以上，是着着实实的大只佬，拥有神似鳄鱼的嘴巴、坚硬的鳞甲，不仔细看的话，还真的以为是一条鳄鱼在水里面游。根据资料显示，目前世界纪录的二缺扇足足有327磅，大约148公斤左右，相当于两个大学时期的我啊。同时，二缺扇是一个活化石，目前发现最早、最古老的化石约在白垩纪早期，大约2亿年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物种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力，直到现在，它们的生理构造也没有改变太多。那二缺扇有两个神兵利器，尤其是鳞片，跟一般鱼完全不同。我个人觉得是已经到战甲等级了。它的鳞片是菱形的，而且上面都是珐琅质，跟我们的牙齿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差它不用黑人牙膏。再来，它拥有两种呼吸系统，除了可以用鳃进行呼吸之外，还可以利用鱼鳔进行气体交换。所以，即便处在一个含氧量极低的环境之中，它依然可以直接呼吸空气。哇，生命力之强啊！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再来，它们的耐盐性也非常好，之前在出海口有看过，只是无奈我的杆子带得太细了，不然我一定是给它弄上来了。虽然二缺扇是一个掠食性鱼类，但是它们在正常状态下的游速其实不太快，乍看之下很像一块木头在水里面飘。当它们要捕食的时候，才慢慢靠近它们的猎物，直到在攻击范围的时候，才会将猎物一口咬下。二缺扇之前也以水族观赏名义进口在台湾了，但是目前禁止了。我之前有养过，只是它真的太会吃了，也长超快，所以部分没有相对宽敞饲养环境的人会选择弃养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去家附近公园水池看看，说不定可以看到被人家弃养流浪的。至于二缺扇可以吃吗？其实是可以的。就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来说，是有不少人拿来吃的。至于好不好吃，是不是如传闻中有毒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切割哦。切割的方式呢，要从尾巴这边一层先把上部的皮先剥掉。哇，看起来是个大工程，这鱼真的不好处理，很硬啊。哇，这真的跟鳞片一样，切不太下去了。我找到切割密码了，等一下我会顺着它这个鳞片边边的地方给它切下去。这鳞片真的是跟牙齿、跟指甲那种感觉是很像。现在把上半部完成了，接下来就一步一步慢慢把皮环状给它剥下来。这个坚硬的外表下藏着一个柔软的肉啊，一切就开了。但我觉得用平头的刀子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个如果下刀错的话，就把刀尖插在肉里面，整个图体看起来就不太漂亮。看见希望的曙光了，终于把这个皮给取下来了，哇，这一整片皮，这个在古代应该可以拿来做成战甲，坚硬怎么切，硬切是很难切的，所以真的是拿那种杀猪的刀子，一刀一刀给它砍。这皮我应该留着做纪念，电饭旁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这两个手指头插进去，稍微掰开，然后刀子从这个缝里面慢慢切。可能是软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取肉，肉先从背部开始，顺着这个骨头切下去。这边切肉也有3-4公斤嘛，这一块应该可以吃个3-4天也可以。现在把它分成好几等份，变成一份代表一餐的量。哇，这样一餐吃得很饱。好了，现在这个肉整个都取下来了。开始。我来试毒时间，
哦，这个在台湾应该没几个人吃过，那我就身先士卒来帮大家试试看这个鱼到底好不好吃。老实说，我今天在杀完这只鱼之后，哦，我整个吃不下饭，我要平复好久，我才有办法继续吃这个鱼哦，因为真的太大条了。光是杀这一条大概就花了一个小时多吧。那这次用干煎哦，干煎是最能吃出鱼原味的做法。嗯，还蛮香的哦。从外观上来看，看起来还真的蛮像鸡胸肉的、哦。好了，既然是干煎了，一定要给它套胡椒粉。哎，蛮好吃的，看一下，挺好吃的。我必须说。这个肉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哎！我必须说，它的肉真的不像是鱼。如果你今天摆一盘在我前面，你不跟我讲什么话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好，这个鱼整片肉是没有刺的，一口吃下去非常舒服。我觉得这个肉的口感像是三种动物的合体。好，第一个它的味道接近鱼，但是它的口感接近鸡肉，但是它又有猪肉的扎实程度，还蛮酷的，完全吃起来不像鱼。但我觉得这个鱼我刚处理起来的时候，它的肉是让我感觉有点烂烂的，所以一开始我会先做前处理，我泡了两次盐水，杀完之后先泡盐水，要处理之前我再泡一次盐水，好让它肉更紧实一点。哎，没想到这样子呈现出来的效果还不错。好，就我资料所查的，它应该是只有软有毒而已。肉的部分是蛮多人在吃的哦，在美洲那边啦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是测试一下，看看明天我会不会拉肚子、呕吐啊，或者去医院之类的。嗯，经过了一天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还想再吃啊，继续吃下去。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一块肉一口给塞下去，这叫是传说中的星际撕裂者。我不仅好腻，好腻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冰箱，这些都是二缺三的肉，估估大概4到5公斤有。然后我现在都一袋一袋分装，一餐吃一包。好了，我自己的部分吃的差不多了。这一个礼拜来，我大概吃了3-4公斤的二缺三的肉油了。虽然说人是没什么事啊，但是我短时间之内不想再看到它了。要是再有人拿二缺三给我吃的话，我见一次亲一次。好了，其实还有一个最后方法没有试过，就是用炸的。然后冰箱里还有剩一些，好，把这些肉分送给朋友吃，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。好，我现在请店家帮我代客料理，等一下要跟光光他们会合，请他们吃吃看，他们感想是怎样。来试吃，什么？男人的圣品，吃吃看。真的假的？吃完等一下船上变变扭。对啊，上船再吃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来吃。我家二乖吃了之后开始就交配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直接用舌头跟他交配。这不会奇怪的东西吧？不奇怪。我最近看到你好像偷奇怪的东西。有点奇怪，但是吃起来不奇怪。吃吃看，吃吃看。马上来。不好吃再说。快点。有下毒？没有下毒啊，我怕你落晒而已。杏鲍菇。不脆啊，它不脆。哎，有点奶味，奶香奶香。好吃啊，蛮好吃的。还行哦。对，二缺三的。小盘小。那个尖尖的。对。1、2、3、4，点名哦。我等下抓这四个哦。我这是极好吧？啊，我觉得如果盐酥鸡跟这个，你应该分得出来。是。蛮好吃的啊，我觉得炸是最适合它的。好吃啊。那你还有多少块？还有2-3公斤吧，有何来？男人的圣品，就是我们船全边的水龙头、哦、如果有确定的，那脚脚特别哦，像肌肉对不对？把它拿去盐酥鸡卖，不会有人发现这是鱼。有你肌肉的肌肉，对不对？那咬下去咚咚咚咚咚咚感觉。
说牙齿在动，你说牙齿在跳舞，沙西比这样，牙齿在跳舞是吧？它里面的纤维咬断的时候会慢慢一根一根断这种感觉。哦，对，对，激烈运动，对，激烈运动，开始有一种土味出来。